94年数学卷二嘅38条咧，Quadratic graph 咧，题目就话有两条线啦，有一条就系 y 等于 x square 加 bx 加 c 啦，另外一条咧就 y 等于 mx 加 k 啦。咁就话咧呢两条线嘅相交，佢哋个 x coordinate 咧就会系 alpha 同埋 beta 咧，个图已经 show 咗俾我哋，题目都有讲啦。咁就问我哋，如果系嘅话，究竟 alpha 乘 beta 会系几多咧？咁當然呢啲係 simultaneous equation 啦，咁啊即係 b square 加 bx 加 c 會等於翻 mx 加 k 啦，咁啊將佢調一調咧，就會變咗一條 quadratic equation 啦。咁正常咧，如果我哋知道啲 b 啊 c 啊 m 啊 k 嘅話咧，我哋應該就可以揾到個所謂 alpha beta 嘅。咁當然題目而家就唔係有興趣揾呢樣嘢啦，就係揾 alpha 乘 beta 啫。咁所以對應嘅 constant 除翻個 leading coefficient 咧，咁個 constant 就係 c 減 k 啦，over 翻個一，咁所以答案就係 c 減 k 啦，即係 option E 啦。